这款浅绿色牛仔裤就会看起来更为时尚，因为浅色不比黑色会有显瘦特色，所以就会让身材显得有些臃肿，让腿部看起来比较粗，不过也还好，不算太过夸张，而且一些也会比较有韵味，虽然没有匀称的感觉，但这样的韵味也会是吸引力，而且球身的设计还会让女性线条看起来更为出众几分，这样的美才会是绝对的，才会是优质的。而这款同样采用浅绿与白色相结合的牛仔裤，最出众的设计就在于腿部的破洞，虽然浅色与肌肤的对称性不算高，但浅色也不会遮盖破洞的特色，让破洞成为整体搭配中最突出的色彩，而且有了破洞之后，牛仔裤整体设计也比较匀称，这样身材上的质感就会增强，可以更为匀称几分，整体的美也会因此而突出。除此之外，轮廓的美感也会因为紧致而精致几分，这样身材上的完美就会更高，吸引人的魅力也会因此而突出。女性驼背很影响气质，驼背的弧度就会有所减少，这样气质上就不会缺乏，只会因为美感而增加魅力。最后这款牛仔裤就比较单一，没有出众的搭配做点缀，有的就只是腰部的松紧以及腿部的九分设计，腰部采用松紧设计可以收缩腰部，而这样修饰的话就会减少色彩，而九分的质感就会增强整体的比例，让女性完美度可以更高。